满大街的孩子哭闹，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我先给您道个歉啊，确实是误会了，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这老人家不仅没哄，反而吓唬孩子。什么叫吓唬孩子呀？行，小伙子，行，走，别吓着。臭脸，臭臭脸，对不住啊。陈先生，你看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了，的确就是一个误会。你看还让大妈受惊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啊，那我们就必须得按照程序办事儿。误会？你们凭什么误会？啊，满大街带孩子的老人，你们不怀疑，只怀疑我妈。你们怀疑我妈的依据是什么？就因为她穿着破烂是吗？不。哎，你们警察抓人是靠势利眼是吗？沈先生，你看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我们警察办案子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当事人的衣着长相来做出判断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哦，那孩子哭闹就是被人拐了是吗？满大街的孩子哭闹，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我先给您道个歉啊，确实是误会了，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这老人家不仅没哄，反而吓唬孩子。什么叫吓唬孩子呀？行，小孩，走，别吓着。臭臭脸，臭臭脸，是。别臭臭脸。我妈不会说普通话啊，所以笨了一点。她说话就这样，啊，难道不够温柔就是吓唬孩子吗？是，我明白您说的，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呀，我就是想跟老人家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和孩子的关系。结果您母亲第一没带身份证，也没带任何能证明跟孩子关系的东西，甚至连你不要强夺理了。你别说了，臭臭脸，哎呀，你看，把我妈吓得，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容易心慌。大师啊，那警察也是好意啊。什么好意思？哦，那遇到人贩子了，都置身事外，都不管，都不理。那以后孩子真的遇到人贩子了，那怎么办呀？这我想想，我腿都软了。大伟，快，李大伟，赶紧谢谢人民群众理解啊！哎呀，这节目多棒！谢谢，回家，回家吧。这回家，这就完了？可不是就完了吗？可你说你就不应该让妈把孩子给带出来？哎。本来就是你的问题，是不是？来，大妈，谢谢啊，好的，多谢。大伟，行，走了。哎，出警了，组长，组长，组长。解决。笑什么笑？你还好意思笑你？让你去安抚家属，安抚家属啊！你激化矛盾去了你。你幸亏是碰到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家属啊，没有投诉你啊。你上班第一天没给所里面增光添彩，净给我惹事儿了。可是所长，这不都解决了吗？解决什么了？解决了。李大为，还没正式介绍呢。我是教导员叶伟。教导员好，见习警员李大为。以后啊，路还长，你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张叔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所里的条件比较简陋，这个你这个有什么需要就干，尽量跟我们提，好不好？啊，那所长是不是学川剧的？变脸变得真快。啊，这不忘了介绍一下，这个教导员叶伟。教导员，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所长，教导员，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客气，不用管我。哎，那怎么行呢？这是什么话？当然要管你。对，一定会照顾好的啊。都这么说。所长，啊，我那个监控量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找个人帮我一块看一下？卫生都打扫完了，报告，打扫完了。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们谁愿意去？我愿意。好，就你了。
那个介绍一下啊，老警官张志杰，抓这个社区工作的。你呢就跟着这个志杰同志呢，就去查看一下监控。这个小区居民啊，反映老是丢这个尿不湿，要求我们彻查，你知道吗？这个志杰啊，搜集了500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你去陪着他，找一找。嗯，看监控，找尿不湿。哎呦，你这是，你笑什么呀？您去吧，好，来来，跟我走。小赵，这边来，来这边，走。哎呀，新城，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跟你说呢，不是啊。哎，不是，你不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是我刚到家，这不有消息吗？回来召集人骂来了。那个杀人犯，线人说了，刚回来在家呢。那好，多带几个人手啊。哎，所长，我能去吗？哟，这新来的这个，对，新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高潮，咱们主抓这个刑侦的副所长。高总好，见习警员李大威。高总好，见习警员夏杰。高总好，见习警员杨树。哎呀，年轻人啊，他图个新鲜，你看人家都主动请缨了，这样，所长，我带他去锻炼锻炼去。他，那给你一个戴罪立功。哎，新城，新城，新城，来，你带几个人啊？你跟着高总一块去吧啊！所长，这陈哥应该是刚下一日班吧？算了吧。所长，我这身手去不是添乱吗？而且这两天我这脖子都拧了，别不是那个李大飞，你能不能去？你就看这个陈警官愿不愿意带上你了。哎，陈警官，我身手好啊，我还会按摩呢。所长，我也想去。所长，我能去吗？大学生可是局里的宝贝，不能往前线送。你少给我添乱啊！这次任务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们俩就别去了啊。所长，正是因为危险，我才更应该跟着见识见识。我是来锻炼的，不是来读经的。所长，我也不怕危险。你们俩有这个心啊，挺好，挺好。好，杨树，你去。哎，告诉我，来，我介绍一下啊，杨树，北大的博士啊，那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你知道吧？哎，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站在后面，保护好他啊。放心，放心，所长放心，我在呢，我护着宝贝，我自己能保护自己。所长，那我呢？你那个是这样，我带他俩去领装备。好，好，妻子，你们换便服啊。去了。哎，所长，夏杰其实，你去不去啊？你不去的话，你就算了，留在这儿。哎，去，话多得很啊，你注意安全啊！你们俩记着啊，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们的执法仪和手铐，尤其是大批量抓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武器装备，别说其他武器了，就一个小小的手铐丢了，虽然不贵，但是都是有编号。丢了就是雷，知道了吗？明白明白。哎，来让一下啊。哎，你先来，你先。哎呦，都有了吗？还有啊，抓捕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时刻警惕，注意安全。我只强调一遍啊，都给我记住了，注意安全，记住啊。是。高所的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记住没？记住了啊，记住了。签在这儿。